他就会去就那个张罗的鼻子，说去那个消防这一块儿，他看着都很近视，老人说哪儿着鼻子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耳朵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那说有嘛你才能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找人套出来去，俺们不敢弄的。对他们没药，他说你得这红药软化了以后一套就给套出来，人家不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很亏的，你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心里怎么那么大一块？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五六年以上吧。哦。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家伙耳朵这有嘛那些好什么呢？耳朵聋不？你牙变下耳听。我跟你看，又一块。哦，这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都满了。要不咱聋了？背满了。他不得得背呢，也听得了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哎、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呢，吃哈。第一。还有啥人呀、啊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十多分钟的。行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。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十多分钟的好哈。实在是有人在连。别说人，就是不是人，有啥事。全都耳朵，怎么全耳朵多事儿？有毛病，你做的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。我医院就麻烦，还得挂号闹线的。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咱俩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弄东西给你洗还疼还害怕，咋这个他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越忙越捣乱，习惯了还破了。哦。这应该你哥都看出来了，耳朵都该有毛没毛是吧？对。哦。以后说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偷偷的。啊，我这不是有毛病吗？哈哈。偷偷不容吗？就是没东西，偷偷也轻松呀。包一会儿多少钱呢？连套带洗是60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是个结石。咱们这结石是150，你这人就跟外边有家那表还在这儿，我刚接下来。你这一个干上一下也是不忙，你就给我整就行。老平。哦，就是。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。咱主要是忙，主要是好能日性，有的你看这结石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他能不动？能不动？哎呀，太麻烦！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你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对。赶上有的那来了，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。你我给你掏不疼是吧，大爷？不疼。有的来了，他虚虚乎乎。他给你打歪歪。这不也小的点儿心，有了往一碰上疼。不疼。看不见，俩手攥着吧。是，看你攥着拳头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你不用管它。这个做结石一次性。做出来就完，你甭管它就行。我给你上这药，你不能掏。洗头洗澡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。这堵嘛就羊子儿呗。羊子儿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。哦。堵上它，别让它进东西就行。哦。你这里头有药吗？有。口罩都空的呀。不。你掉两分儿的吧。哎。两分儿的。是清楚的。肯定是清楚的。多那么两大摊东西哈。
不是写大人似的，对，是吧？哎，他不搞脑耳朵挠的，不是不是，不好写个脑，写个耳朵。哦，你想你想这写个东西，这整道得读多少日子才能？对，是一个红色的腰稿，都看出来了，耳朵都给有毛没毛是吧？对。哦。你不说，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偷偷的。啊，我这毛病。我不容嘛。嗯。淘淘就是没东西，淘淘也轻松呀。跑一会儿多少钱呢？嗯，连淘带洗是60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是个借势。咱们这借势是150，150，你这人就跟外边有价那表还在这儿，我刚借下来。你这一个赶上咱也是不忙，你就给我整一个。那不行。哦，都是，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，咱主要是忙，主要是好能日性，有的你看这解释啊，有的能做好几十分钟，哦，麻烦，他弄不动，弄不动，哎呀，太麻烦，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你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，对，赶上有的那来了。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，你我给你掏，不疼是吧，大爷？不疼。有的来了，他虚虚火火。他给你打歪歪。嗯嗯嗯。这边小小点儿心，我老往一碰上碰。嗯，不疼。看不见两手攥着吧？看你攥着拳头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你不用管它。嗯。这个做结石一次性。啊、嗯，做出来就完，你甭管它就行。嗯，我给你上这药，你不能掏。洗头洗澡，你得堵上一星期的耳朵。这堵嘛，堵羊子呗。羊子袋也行啊，那个卫生纸儿。哦。堵上它，别让它进东西就行。哦。你这里头有药吗？有。拖着都空的呢。不。你掉两分儿吧。哎。要是你是清醒的，嗯，肯定是清醒。读那么两大摊东西哈，不是写大人似的，对，是吧？哎，他不搞脑耳朵挠的，不是不是，不好写个脑，写个耳朵。你想你想这写个东西，这整道得读多少日子才能？是一个红色的腰稿啊。好的，快递哈，你不放凳子上吧？嗯。好的。快手，拥抱。